是在外面租屋，然后就梦想着可以自己打造，所以我就自己漆油漆啊，贴壁贴，然后还有自己拼那个我们的那个欧巴地板。我终于在去年底就买了自己的家，然后就想说可以好好的装潢一下，也铺了想要的 G Pro 木头地板。那虽然家里空间不大，但我还是很希望有一个空间是可以让小朋友玩耍的。那原本这个地方是餐桌的，但我就想说把它拿掉，变成小孩玩，可以再有一个空间玩耍。我觉得小朋友很喜欢那地方，所以我觉得一切都很值得。对，那我觉得有了小孩之后，势必生活会改变蛮大的。当了妈妈之后才发现，就是要再重新把自己爱起来。有快乐的妈妈，才会有快乐小孩。孩子不需要一个牺牲的爱，他需要的是一个快乐的妈妈。保持愉快的生活节奏，然后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。